我们看第42，这一题是说有一个 A 点哈、哦、动量 P 啊，啊撞它，撞完以后哈、哦，它的动量变成呢往北、哦、就是跟原来的方向加90度了。啊，他问哦 ，V 它速度变多少？那我们就用动量守恒了。好、哦，一开始的时候哈、哦，总动量是 P 0嘛，对，它动量等于零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后来它的动量，就变成零 P plus， 它、啊、加上的话，它的动量，它的动量是 M 了哈，它、啊、这个是V， 或者是我说写 VP 好了，看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V 的末动量算出来。啊，移过来，好，然后两边呢取大小，然后除以 m， 这个就是呢碰撞完之后 ，v 呢它的呢速度大小。